求其讲几句啦，咁都要俾啲评价佢嘅。嗱、啊，真系呢啲似翻二十一世纪嘅技术啦。咁当然就唔行够同当年最卡食最劲嗰只索斯比啦。咁贵啊嘛，咁次嘅同势。你而家可以咁低成本，但系做到咁好技术，全部啲件咧系唔需要你剪件批碎口噶。咁、啊、就前面相剪啦，咁开搣开个胶袋，然后全部徒手装系咪啫？ 咁就可以搞掂，隔餐都唔使。啊，好我個人覺得而係當親子嚟玩嘅時候，玩裝砌呢只嘢就真係好正。咁就算我哋麻甩佬咧，自己玩都爽嘅。咁我只老老虎就有一個人陪佢一齊散步啦。咁如果你係要吐槽咧，咁就係、呃、呢個駕駛員誒點解咁 hea 咧做到啊？咁好好彩咁就過，咁呢個嘢掹就係唔好嘢。 啊！我就就呢啲人仔度，哎、數一样收得啦，系啦，仲啱啲。算啦，等间先摆姿势啦。嗱、啊，咁佢亦都系索斯一样做法啦，有翻呢啲留，住、欸嗯、我呢啲位喺度，咁对唔对招嗬，啊，留翻、啊、呢位啦。嗱，你突去啦，咁就去俾你加嗰啲配件装上去，啲怕啊成嗰啲，咁。 雖然，但係咁樣係呢一代嘅索車咁做咯，就唔可能話加支炮上邊俾啲發爛嗰啲噶啦。以前就有嗱，睇入邊試下兩粒二、e、A 電咁有個好似因為兩粒二、e、A 電咧，我就試驗過噶啦，可以譬如話用個 U S B 插電嘅嘢代替，就好似上次嗰隻車咁咁裝喺入邊咁搞掂，或者就可以用一個誒、啊、雙升嗰啲線控手掣咁就。 飛咗條線入去，拖條線出嚟，因為點解咧就會佢有幾組線啊嘛，咁就可以做到話誒、呃、加其他啲嘢上去，就俾個組控制線控制埋係啦。咁我都未諗定點做，咁大家俾意見啦。咁究竟係有去咁行啊，定係再加炸嘢俾佢，即係加多組線飛上嚟线控，咁等佢可以有啲肥啲肥嚟行，肥啲肥嚟你咧呢？

我搞中。Okay,